带什么物子？本日呢，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分享影片，相信现在有许多的人都因为宝可梦剑盾而买了 Switch， 但是 Switch 呢，如果你想要跟别人来去对打或者是跟人家交换的话，第一个办法呢就是跟朋友他就在旁边，你们可以用邻近的主机来去做连线去做交换。可是你想要去跟线上的朋友一起玩的话，一个在高雄一个在台北，你只能在线上玩嘛。第二种办法呢就是连上 WiFi， WiFi 的品质有时候会好有时候会坏，在这一种状态下，玩家想要再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网络品质，那就要接上有线网络了。而有线网络呢，雪兔在这边习惯在电脑桌前面玩 Switch 了。我不是这样放在这边玩的，我是接上电视盒，然后连接接取盒，连接到电脑萤幕上面玩。雪兔在这一间房间 WiFi 的讯号特别弱，一定要接上所谓的这种 USB 转这种网络孔的，然后来去接上有线网络，让它的连线品质更好。只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，让我发生了这一项问题，不知为何它就是接不到我的 Switch 上面。明明呢，我这一个交换器，我把这个网络线牵到我们 PS4 上面，它可以直接接上，但用在 Switch 上面就是不行。后来有好心的朋友帮我来去查一下这个错误代码，他说这个错误代码没意外的话，可能是硬体方面的问题，就是这一根不适用于 Switch 上面。我就好奇了，明明在网络上面就有看到几个 USB 转网络孔的这种东西呢，都不是 Switch 他们本身产品，很多都是副厂所出的，一样可以连，但为什么这一家都不行？趁着刚刚呢出去外面又再买了一个这种 Switch， 这应该也不算是 Nintendo 他们本身出的，可是他既然写 for Switch 的话，那我就买来使用看看到底是哪一方面有所不同。假设接上了这个依然连线不到网络的话，就有第二个论点，中华电信的那个设定问题。我很不希望是这样子啊，明明 PS4 也 OK 啊，怕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去连哦。它就是这个接上 USB 的这个孔位，然后读上去，接下来呢，你的这一孔就直接接上网路线，那就可以了。然后网路线已经从底下牵上来了。然后盒子就可以把它盖起来，它就会一个漂漂亮亮的放在这边啊，这就是我放 Switch 的地方。好，我先把 Switch 开机，插上去，它就会投影到我的电脑上面来，因为这样可以不仅玩电脑，又可以做事情，一举数得。在这里我就不用什么截取画面啊之类的，我就直接用相机来拍摄。那如果你要调整网络的话，一样是直接去设定的这里。切断，你可以看到这几个网路呢都很糟糕。第一个 Bonnie 呢还是我们家中的网路，它只有一格而已，有线连接。这一个真的是硬体的问题的话，按下去应该就可以直接连了。还真的是硬体的问题呀！OK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留言破解，千万不要因为贪图方便，贪图可能便宜了一些些，直接去网络上买这种转接口。 Switch 是有些产品是不相容的，所以各位如果是有在玩 Switch 的朋友，想要接有线的话，还是买这种有 for Switch 的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这边留言破解了，终于可以用有线网络玩了，这个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太久了。我还昨天不小心把网络给用断掉，然后帮你还很生气。这一颗200多块钱，这个300块，我就可以愉快的连上网了。感谢各位，天佑台湾，好，太开心了。